我们林学坚，我们地震局长在内啊。那苏荣奇是我弟弟的哈。那我是现在目前是桃园县县议员。刚才在审查预算，所以我迟到。我刚才徐老师他的这个诉求是要废除区战争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震撼，而且是勇敢的一个作为。可是王老师的反面思考，让我又觉得，怎么讲？当然这是两方的一个拉锯。可是我要在这边讲，其实目前的区段征收法是一个恶法，必须要修改。如果进程应该修改它的条例，让它能够就刚才讲的配回去事实。我常跟我们地震局长讲，跟我们县长讲，你这区段征收圈地抢地，因为你们某个人。某个镇，讲镇更是难听啊，有权力的人就是想说啊，我这个要来圈地，或跟某某财团怎么样去配合，我们都暂时不讲，或为公共建设，这都是说辞。那我们目前我的服务陈情案子里面，很多因为区段征收而不公不义的一些事情都没有办法发生，尤其我都。有一个中家土地在我们 A21 站附近，以这长年来不到十年，十公顷的农地被我们的政府征收了六次，破纪录，昨天我听到四次，好，六次。那因为我在之前我就带他到营建署去拜托我们的这些专家学者这些委员，那也做了说明，他只给我们说明，就叫我们请我们出去。可是当然我们的官方面的说法是必要的，都是说这个都是必要的。一个是中丰北路征收，外环道征收这两次的，再来捷运站征收，再来一个老街西征收，都在那块土地上一直一个土地十公顷被征收了这么多，只剩下一公顷呢，他又必须要跟中福地区的这个新的，也因为一些政客跟这个县长要求，然后把他在旁边的土地再来征收，然后把这个已经做了五次征收的农地，然后把这些土地所有人要跟另外一个新的这个区段征收做这个抽签。那我请问，这样子的区段征收，刚洗好坏，刚洗有正义程序，所以区段征收，大家讲废除，我想徐老师这是目标，当然要有一个替代专案，因为我们一些财团、一些公共设施、或者是一些土地，必须要经过这个一般征收或者重划、设立重划。为什么设立重划现在大家不喜欢做？为什么要用区段征收？快嘛！是不是？而且就刚刚徐老师讲，强制的手段在短时间内，不管你的死活，也不管你的声音，这样子的一个区段征收，说实在的是本人也是非常不能接受的，因为我陈情那么多的人员陈情。那我今天讲我们桃园县现在何其有幸啊，我们的县长开发航空城，目前啊，我讲地震局长在这边，我们的区段征收已经达到几个了？我们桃园县现在是最多一个区段征收的一个县市。讲到是因为我们直辖市，然后这个区段征收说一个一个，其实有的是非必要性。那徐老师也讲到那个总量管制，就是人居住的空屋率，到底会不会造成这些做官、这些在上位的人他都不管。所以这个是良心事业，所以我们希望保护我们的农地，保护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的民众的这个土地正义。所以在这边我也希望大家去思考了，其实区段征收法照理要跟着时代进步做细腻的修法，听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那么粗糙的法，几个字带过40%不得低于40%。那我常常邀请我们桃园地震，你开放透明的，如果你征收
只花了成本五十五，你应该花完给人民四十五。我相信这个透明化一公开，人民绝对不会去抗争。所以你这样哈，白姐啊，我只是说今天特别上来想要几个问题跟我们徐教授请教，等下。给我一点点时间试一下哈。那因为韩工程，刚刚我们王老师说，韩工程你是委员啊，是土征小组，土征小组委员。跟韩工程只是审他的。哦好，那韩工程只是我们林局长这边，那大家很客观的认为说他一定会成功。可是我相信这么大一个6000多公顷的哈、哦，扣掉这个第三航厦跟跑道哈。这个剩下3公顷不是那么简单的，光我们青埔到现在开发到现在这么久了，到现在生活机能都还那大楼这个都还没有发展起来，还没开发完成呐、啊，这样还没完成。那这么大的一片，说实在的，我们真的是非常质疑。可是我们的质疑，我们民代表质疑，我们也是督促政府要认真做好每一个环节程序。也许就成功了嘛，是不是？我们不是，所以在这边，也特别谢谢主席给我这个机会哈、哦。啊，我希望这个区段征收法，老师、王老师也好，徐教授，我们真的，你们是土地人呐、啊。刚才讲，很衰，地震不会很衰的，地震人不会很衰。虽然是在最下游第一线，可是我相信要有勇气的地震人，认为这样的区段征收不合理的时候。必须要发生，而不是默默承受啊！我这管哦，今嘛十几个区段征收，我奏戏啊，局长奏戏嘛，敢讲，爱讲啊！而且有没有那个必要性，对吧？哈，那这边哈，大家共同努力，为台湾这块土地，谢谢。好，谢谢。好了，得到一个共识，这个必要性有计划的必要性，有开挖的必要性，跟手段的必要性，我们大家来分享，也就是说站在。你是基层，计划有没有这个必要性？然后好，假设计划过了，开发有没有这个必要性？那、啊、开发一定要用区段征收当手段吗？有没有那个必要性？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吧？好了，我们来共勉好不好？那为我们地震人啊，不是，因为这可能私底下好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好，还是我们地震人自己先，我们自己先自我检讨、自我提升，然后再一起对外发声，然后该讲 no 就要 say no， 对吧？所以老师。借助你的力量，那我讲，我讲一句，你要怎么破你？你不跟他讲嘛？好了，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来一次。好，谢谢大家的参与，好不好？谢谢，好，谢谢谢老师的支持哈，好，谢谢。好，那小蛋姐，咱颁个纪念牌给老师啊，让我们来感谢他。真的，你好歹在中华民国的地震史丁豪，那个区段征收史上面一定会留名的。